有挂，刚刚没遇到啊。刚连枪都没有，对面是不是外挂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就跳下去，啊！死去。我子弹打空了，我操！给我捡吧，手机。你什么子弹？我游戏没声音吗？哎，有没有声音啊，兄弟？嗯，我游戏没声音哦。二零，生命线。兄弟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，兄弟？嗯，怎么可能？这有敌人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开个点。你听得到？你怎么不回我啊？这里没敌人啊。干，根本就听得到，他妈的嘞！说自己没子弹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问我，我没子弹的，然后我说你缺什么子弹，然后竟然不回是怎样？